台湾布织布产业发展至今已有50年历史，被誉为20世纪影响人类十大发明之一的卫生棉，现在已成为妇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贴身伴侣。谈到台湾第一片卫生棉，不得不提到富有“最懂女人心的男人”美称的戴荣吉董事长。50年前成功生产出国人自制的第一片卫生材用布织布，至今已荣登全球40大布织布公司之殊荣，开创出台湾布织布王国。我大哥跟他到日本的一个台湾人谈说，哎，这个卫生棉的生意在日本人家新的东西嘛，卖得不错哦，是不是来做这个东西？是从这样而来的所以那个时候，台湾没有人做卫生棉的。就这样下去做，起初的时候做还算不错了，但是最后当美国的公司进来，日本的公司进来，就不行了，因为我们产品输他了嘛。戴荣吉董事长研发出全台第一片卫生棉后，受到国内妇女的喜爱，虽然有多家业者纷纷投入卫生棉产制的市场，但品牌依旧占有70%，可见当时在台湾的影响力。但由于民国60至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，许多欧美国际大厂牌进军台湾市场，导致品牌从原本70%的市占率大幅缩减到只剩3%。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，我本来做营造，跟生意没有关系啊，所以我会请教同学，他们去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买回来。我就是说，白人能够做出来，我们应该可以做出来。研究要花钱。我们政府很好，经济部的这个工业局跟技术处的哈，他有钱补助我们来研究啊，所以他们这个钱哦帮助我们研究发展的公司的发展，我要谢谢政府，谢谢经济部。不认输的个性造就了戴荣吉董事长不断求新求变的态度，坚持每年都投入新品研发，让品牌多元化，让一家原本濒临倒闭的小工厂。蜕变成年营业额超过50亿元之企业，产品超过1500种品项。近年来，空气污染日趋严重，公司最新研发推出符合国家防霾标准的 PM2.5 口罩，除了大人可以使用，也独家推出保护孩童的儿童口罩，并且使用独家专利的弹性耳带，解决许多人久戴口罩会疼痛的问题。因应庞大的需求，公司工厂内的机器每分钟可生产600片口罩，提供稳定的产品供应量。为什么能够把资本额跟这个营业额变得这么大？这是研究发展，每年都有研究发展，每年都有研究发展，有新产品出来的时候，在市场推广，它就业绩多了，就增加了。所以50年来我们不断的在研究发展，所以才有。本来就一片卫生棉现在我们面膜啦、湿巾啦、尿裤啦。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这句话对戴荣吉董事长来说，代表企业的成功，光靠自身努力是不够的，还需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。因此，用自己的所长来回馈社会，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。你要服务社会，服务什么？所以要把你懂的东西去服务社会，就是我的看法。所以我懂了这些东西啊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来服务社会啊。SARS 的时候了，因为我会做口罩啊，他们社会有需要啊，大家都找不到口罩可以戴啊，但是我把它捐出去了。但是我捐出去的对象啊，第一个消防局、卫生局。他们就逐渐跟这个病人有关系了我全省我捐了600万的口罩出去。突破工厂冰冷的印象，戴荣吉董事长斥资5000多万元扩建布织布创意观光工厂，有鉴于旧馆腹地过小，加上提振台南市观光产业，容纳更多游客，并增加自家品牌曝光度，有望为公司营运增添新动能。当然是进化局出来鼓励一些厂商啊，不然想要想一想，这个观光厂应该可以做。我做了以后，就有观光客来，观光客会来啊，来了以后，他会了解公司的产品啊，也可以在这里买产品回去啊。
企业走过50个年头，脚踏实地且注重诚信的经营理念，让企业名列台湾1000大企业，获得世界布织布厂商前40强之肯定，成为可以和许多知名外商分庭抗礼的本土企业，并在国际上成功打响名号。